贵哥，我们怎样才能像你一样有钱？我也没钱，我名下一分钱都没有，我名下没钱啊！凡是名下有钱的人，那都是傻瓜，要钱干啥呀？是不是？你有的用就行了吗？很多东西都不是我的，你知道吗？都不是我的，都不在我名下。这个，首先我向 BBC 的所有观众啊，向这个各位你们问好啊。这个我本人的资产没有，是零啊，这个还是负资产。我的家族的信托基金大概在控制资产280亿美元吧，不包含国内的1200亿人民币的资产。那现在这个就是您现在这个财富是有麻烦的部分是在中国的。全是在国内的，全是在国内的啊，是1200亿人民币啊。那最近有什么消息没有？最近还是有不好的消息吧，因为这个，因为我的爆料吧，国内的这些各个方面都给我施压嘛，本来是要妥善解决的，这个现在已经导致了这个，因为爆料导致了复杂的情况啊，我在中国赚的这17亿170亿美元啊，都在中国被人冻结了所有的资产。我没有从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来拿出老百姓一分钱都回来，我可以在这里，向大家保证，需要大家检查，我没有在中国偷过一分税，我没有任何犯罪，到目前没有任何人起诉我，而且我所有在海外的花销都是在海外金融里面赚的钱。而且我拥有了世界上所有人所追求的最好的东西，最好的房子，最好的游艇，最好的私人飞机等等。所以物质生活不是我的追求，已经是过去了。我现在只有一个理想，改变中国，让中国人真正的实现我所追求的国企的。哎呀，盗国贼呀！你太小看郭文贵了。郭文贵从开始没拿出你一分钱，我在这庄严的说，从中国出来也没从国内拿一分钱，我还拿进去了100多个亿现金，被你们给查封，永远不会在国内拿一分钱。记住郭文贵说的话，凡是你带有共产党仨字儿的，带盗国贼字儿钱，我现在都不想碰，你给我都不要。就你们那个脑袋无知愚蠢。就你们专案组什么专案组啊？你们是黑社会组，就是靠抓打。你有本事用智商、用法律和我较量较量，有本事放马过来，在法律环境里咱们试一试。你什么都不是，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啊！谢谢所有战友们。最近他的攻击的目标，那就是法治基金。最近他就是要攻回来，郭文贵没钱了，郭文贵很穷，从头到尾就这一个路子。然后呢，刚才有战友发给我说，你看这过往上说郭文贵就没钱了，是个骗子。还有人说，你看就这人还搞法治基金呢。你说我这想一说又想骂人了，不骂人了啊，不骂人了。郭文贵2年前，看看我上视频，我说的我一分钱没有。我所有的钱都是向基金借的，给我保证，你能找着基金借来钱让你撑这2年吗？那飞机当然不是我的了，是我共产党早给弄跑了，船从来都不是我的呀，船从来不是我的呀，对不对呀？我对付共产党，那共产党这是在我名下，那不都完了吗？香港啊。将近700亿给我查封，不是400亿啊！头两天我看曹长青老师跟人家一个对话，说文贵在香港80亿，我曹长青老师我可不是80亿，我是700亿被他查封。炫富，我不认为我是炫富。最重要的，我为什么让大家展示了我的生活？最根本的问题，我想在这里特别给大家解释一下。当我准备出境的时候啊，出境的时候，我的第一次处男出境交给明镜的时候。我就想过，我了解盗国贼会从哪儿对我下手。我如果不说我的飞机，说我的船，盗国贼就一定会说，啊，说我多么的奢侈啊，多么的败家呀，如何如何的，啊，还有把我的生活，我喝酒啊，我吃饭呐，我的穿衣啊，都会成为他们攻击的工具，啊，他们这人脑子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概念。就所有的中国老百姓，只要你享受财富，就叫炫富。这个炫富是套在所有人心灵上、思想上，
一个魔咒，就你有财富你也不能当面享受，你也不能出面，只允许姚依林的百年大寿在人民大会堂开，在安徽省委书记那开，然后呢这个可以开合法的这个享受财富。人家姚静做鸡巴鸡，谁说了？没人说呀，做鸡巴鸡有人讲吗？就连夏叶良这样的混蛋他都不讲一句的七八七的飞机啊，这都不讲。为什么？大家已经被他们教育成一个魔咒，就是他们享受什么都是应该的，我们享受什么都是不对的，我们凭什么不能享受啊？我们所有获得的财富只要是合法的我就敢享受。我呢出来第一个就是防止他们利用这些攻击我，第二条，我和他们不同的事情，我的财富都是交了税的，我的财富都是合法所得的，我为什么不敢出来享受呢？我要让所有的全世界人民、全中国人民看到合法财富的力量，我就是敢面对镜头，敢面对观众。为什么不敢呢？因为我是劳动得来的呀，这是一个第二个原因。第三个原因，我认为我享受这样的生活是中国人，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中国合法获得财富一个品位的标准。我们不都是土老帽，我们的享受都是很高级，就像我们在这里，在这 Southampton 啊 Long Island 这个地方，这个我们中国人坐着船上没有几个这样船呢，我们为啥不可以享受呢？而且我们合法的享受啊。你知道我最爱我自己什么吗？ Do you know what I love myself the most?我就是跟共产党睡了29年觉，但是从来没给他发生性关系。You see, the thing is that I have slept with the CCP for 29 years, but I never have any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it. 我上天保佑，咱们休息一下，好不好 ？Okay,